台东县政府期盼该推动慢些节，得到人工黑东风设计奥斯卡该日本优良设计奖该前二十大金奖，今日举行全球该线上颁奖典礼。台东县政府内面宣布，年底前会同新疆办该推动慢些节，再去台北该华山文创园区来办，来推广台东该慢些精神。台湾の台東県。こちらでスローフードをテーマにする、プロジェクト。先生颁奖典礼后，日本优良设计奖公布二十大金奖，台东慢食的店家都当欢喜。近八五年的台东慢食节，在全球五千人前来参加比赛的作品都赢得金奖。评审团认为，台东慢食节用的多数人做的乡俗的饮食，变作合适的场所，本期动态肯定。委员其实高度肯定的一部分在于说，节庆是一个平台，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对内对外都有学习跟教育意义的一个场域。因此，意大利的慢食运动在台东进行推广就业。2017年起，台东县政府结合的几百间认同慢食精神的店家，定期来办慢食节的活动，强调当年菜田饮食文化，用菜田的食材，摸索个友善环境的地方去。天天的编造台东创业的神发品牌，吃在地食当季这样的一个观念，能够逐渐成为一个品牌，而且扩大了影响力。慎选自己的食材来源，会提供这个用的食材，慢饮中有没有打药，然后呢用自己家族的记忆方式把它煮出来。台东县政府也讲，台东慢食节安算的生意业要搬到台北来办，要同台东的风土色彩饮食文化。陈建本独飞企业民众的体验，下个新闻时间，台东报道。